主料，杏鲍菇一根，牛肉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青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牛肉切成条，然后加料酒生抽腌10分钟。中间忘了拍照，杏鲍菇切片，青椒切条，锅时放油，倒入腌好的牛肉翻炒，炒至变色，然后加入杏菇和青椒翻炒，炒至杏鲍菇变软，加入盐炒匀，加入生抽翻炒几分钟，最后加点鸡精炒匀，关火，可以装盘了。烹饪技巧，捉杏鲍菇时加少许酱油，可以增底味，底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